你上课去吧。我送你上课去吧。哎，不用。我以前不都送你上课吗？那现在和之前能一样吗？那我不更应该送你？哎呀，你上课去吧。哦，好吧。哎呀，怎么啦？头好痛啊。哪儿疼？我看看。就这儿。你低点，我看不见。哦。哪儿呢？哎，你干嘛？这下我必须送你去了。哎，不是，你放我下来。这么多人看着呢，你一会儿上课迟到了啊！要迟到了。不是，你去你教室干嘛呀？一会儿我要迟到了。那我先送你。他们看见我多丢人呀！什么戏？